说，我知道老师有在关心台银卖地的事情。那我对我来讲，公有地被卖掉，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不关我的事情，就不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利害相关的关系。就是公有地卖掉关我屁事，但是对其他人来讲，可能就是大埔被征收也是不关我的事，关我屁事。但是他觉得洪仲丘死掉，他可能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必须站出来。我要问的是，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去找到那个？就是那个最大值，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切到一般人、平民百姓，或是就像不是关注这些议题的人的点，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觉得说这些事情很重要，然后也跟我切身相关，然后我必须要去关心。就像之前彭瑞翔老师说，标题可能真的是一个重点，就是新闻或者是什么 title 是一个重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才能让别人觉得说这件事情也跟我切身相关？大灾问了，就是。对，这个是大灾问。我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其实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是说，如果你一个社会的公民意识没有提升的话，然后又像我跟你讲所谓的，你会开始陷于一个所谓的乞丐逻辑。好，这我这讲就很难听。现在整体每个人忙于自己的工作，饭碗饱不饱，然后自己家内的事情，你那道心就画在自己。那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没有日本，我不是说我在推崇日本，好、我觉得台湾也是这样。其实各国这样，当你有钱有闲的时候，你就会多关心一些事。然后日本泡沫化之后，其实他也在，他那个整个公民就的确也是有往后数。可是至少在他之前比较整个龙井的时候，其实他整个社会是很公平。然后你再讲到问题，现在我们麻烦这些就是说，你一直在举洪仲丘，没有错。其实很多那天出来的都是以前，就是他们也很担心自己去当兵的时候干不下去，然后很多家长会去是担心说我自己小孩子以后我愿意长大去当个兵就回不来，所以这是一个年代的，我们讲就是在某些议题上它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受，然后甚至于更直接，我觉得人就是一个情绪动物，一个人被虐待死，其实你那个会了解，那很直接的感受。那你说大埔案他的议题比较繁复，甚至于到后面见张大哥过世，我都不知道说那东西到底可以自己收有什么好，就是一点问题。那相对的台银这事情，我们到后来那个文老师，我要讲就一件事是说，如果社会大众也那个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我那天就看到他了，他怎么会去关心那个地方？然后如果社会大众不觉得那一块空间发展起来是可以带动整个社区的时候，他当然就觉得是太大。我不会讲，因为你这样问我真的很难去说，我只能说继续做继续讲，我们现在也是很这样。然后至于怎么吸引人，我觉得就是与其这样讲，怎么吸引媒体跟怎么吸引大众，什么样的东西是让媒体会好奇，然后来帮忙，然后来推波助澜，然后一种是怎么让这个关心的人，然后凝聚那个核心团。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在网络上，如果通过网络，我一直在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如果你注意看我那个 FB， 我在放就发了，就在干这两件事。一件就是说，去找他比较这样讲比较熟，就是说那个有什么东西是媒体有兴趣的。画面情节等等等等，然后媒体可以来，但我是媒体，我是一个报道。那可是对我而言，你有些事情你要更多媒体帮助那个团体或什么，更多媒体，他那个事情才会发布的快。这是一个，然后一个是说你怎么把事情写得清楚一点，让一些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或本身有了解的加进来，形成一个核心的团体，因为。其实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长，有时候常在跑，其实你常，我觉得说有时候你自己要干两件事情，一个是帮忙那个社团那个群体去找一些媒体来，就有时候也会私下拜托了，那有时候就透过那个 MV， 如果其他媒体有看到的话，我们给他时间地点，然后去找谁，然后看是他先送便当，然后拜托你就去一下，然后有时候你真的要去帮那个团体。去整理整理什么，就是帮你抠啦，一样这样。有时候你看那
一开始就两个人在发动，然后过了以后还是两个人，然后过了三个礼拜还是两个人，他们两个做得很辛苦。然后你就说是不是可以去帮忙一些，帮忙他去让一些也愿意参与，像在那个产组上，我就觉得不能说我帮到忙，但我觉得就很不错啊。就是从一开始五个人，哇，他拖一拖一个月以后，他再搞到已经是至少核心分子，我不要讲参加的人，就是核心分子会来分工的那些人，已经到了二十几个。我觉得说其实大家不是说我了，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你要通过网络去做的话，其实就这两个思考角度，你也没别的东西了。一个就是让那个核心团体的人可以加入，像日中也是一样，就像今天要保那个地方，其实怎么让那个就是核心团体，就是可以下来帮忙工作的人数可以增加，增加的意思说就可以开始可以分工，可以分工的更细。然后一个就是说怎么把一些事情一件一件的整理出来，然后让媒体愿意来报道。那当然，这媒体愿意，他一定有他的媒体记者，他一定有他一些筛选的标准啊。这个东西有刺激性，啊，这个东西有新闻性，或者这时间告诉礼拜天没有新闻，披风造起来，所以他有他不同的一些逻辑的东西，你要去找。那或许媒体也了解，或许你跟媒体问清楚以后，你可以去找这些点来做，然后让媒体讲。媒体他不一定来就帮你报道好，而有时候来也在骂，可至少说他做运动来的话。这个事情一写，我就像我讲的，他的基本数就是十万、二十万，一出去一整就是不少。那甚至于更重要的是，有些东西在网络上传，就像我讲那些老、那些官，他根本没感觉，他觉得好像没事情。然后媒体只要报一次，他一个小新闻，他就哇曝光了，他就会紧张。所以我觉得说，就两条线要往外走。其实我想说，不用那么悲观，因为我觉得是。我刚刚就是回想到什么例子可以说，就是比如说像很久以前有一个救小妹的事件，叫很久，就是他反映的那个医疗体系，他的人像联系是不是有点问题，还是说他的通报系统，或是他的背后的那个家扶机制。所以可是当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去关心，然后就改善。但是我相信在那之前应该很多人做过很多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办法改善，突然有一件事情被引爆了，所以开始注意。或是像那个比如说脚踏车道，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是我以前有在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就是台湾还没有一个脚踏车道。可是当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单车环岛的那个电影，然后大家突然开始重视这件事情。那像我自己念生态学，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念过温室效应，就念过那个温室效应的问题。可是那个高尔拍一部《不愿面对真相》，其实他讲的都是我们从以前就知道，只是他站出来，然后拍一部电影，然后他就得诺贝尔奖，然后大家开始重视。其实过去累积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时机点到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可是就是我们要忍受那段事情，像洪仲丘也是，我们就是当兵都知道军中很多问题，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然后碰到问题也不愿意去改善。然后当这件事情出来，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点，所以我觉得像类似像土地震那东西，不是不报，只是社会。我就讲两个，其实也说悲观的，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在这个阶段或在这个时代，就觉得就会觉得很无力。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跳出来哲学性的讲一点，大概从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其实邪就是这么一大块，你觉得不公平的就是这么一大块，然后抵抗这个邪或者是追求正义就是这一小块，然后五千年来都是这样，从以前拿那个木头相打到现在丢核子弹，大概就是这个社会结构就是这样，然后一百年前还没有网络，四十年前还没有网络时代，大概也是这样。然后到现在有网络时代，其实你觉得好像可以多一点，但是大概也是这样。可是我还是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当你晚上八点就在家里看那个那叫什么，然后愿意来这边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选择你想要当正义的，要当正义啊，就是说你想要去做一些事，那你也准备就要忍耐，就是这么一小块，
可以来，可以来抵抗。那我只能讲说不一定会赢，但是就是撑着走。那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是说，如果我们这一群或这一群人不在的话，你只能说这个社会或这世界会加速恶化。我们不一定会让这世界更美好，可是至少大家的努力会让它不要死得太快。然后另外一个，你讲这一段，我突然想到，我刚才讲两个，一个对比，一个对合计。其实你刚才讲那个提醒我一件事情，其实网络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我觉得，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不管是讨论或者部落格，或像比如你讲的好，其实它可以让一些议题可以深化。我觉得现在很糟糕的一件事是说，不管是媒体或网络，它当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其实政府的方式就是惩处，让换谁让谁下来，事情解决不了。为什么没有解决？一个是他觉得惩处完就终止，一个是他根本不知道事情该怎么解决。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程度就是说，你不能只靠政府出来，我们找十个专家，然后讨论一个决策。我跟你讲，那就全台湾或全世界就是那十个专家最厉害了，那十个专家就可以决定这个政策该怎么，我觉得不是不对。那只是他的年代，他便宜行事就找十个，然后哎呀，各界全部都来，然后找那个结果就照常做，不应该是这样。其实照理讲，应该是在透过网络或媒体，他会一个滚动船，专家的意见进来，居民的意见进来，然后慢慢去整理，慢慢去整理，就是说大家有地方的理想上就是一个讨论性质，然后经过这样讨论之后，慢慢沉淀下去，有几个东西是民众真的需要，是不是？你专家、公安大家每个出门都是坐轿车，他怎么知道你交通塞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每个专家、每个人都是看私人医院，他怎么知道你公立医院出什么问题？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网络或者是部落格，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好的空间，是说，当然这也是说。你政府要看，或者是要有去把这些意见收进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讨论的机制。以前没有，以前就只能所谓公民表达赞同或反对，或者什么意见信箱来的政府的意见信箱，你来写一写，然后我们来收集。传统有，可是效应很大，他可能收就丢在那边，然后那就请那个来整理意见，然后你明明写了一大堆，他就给你整理两句。因为他家很穷，他希望要全家。那其他里面的种种的那些呢？好，因为我家里这个人行动不方便，我希望有车子能帮我载到那边去，然后可以这样看，然后种种中间的细节，对我们真的切身的疼痛，全部不见了。他希望要有全家。你懂意思吗？所以我意思说，当你就说好，他有第三个功能，第一个透过眉头。让媒体去扩大消息，吸引核心的人进来帮忙。最重要的是，当这东西开始要滚，开始要找一个所谓解决之道的时候，网络是不是也可以磨成上，变成是一个意见去交流汇整的地方？不要说每天只在那边互骂，哦，然后什么这是绿的，那蓝的，那就是天龙人了。如果说可以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建立一个模拟，因为实际上也是很多人愿意在网上好好的写东西，不一定他的意见有赞同。可是他也在想一些方法，一些等等，很多人都在谈很多东西啊。你像那个大董事情，不能过弯，人家张老师、张胜雄忙就，他当然是丢给你，那他丢了一篇文章告诉你说，谁说的？所以我意思是说，对了，就我意思说，你看就提醒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他也可以扮演这样功能。那至于，我同意了，就是说，反正有没有用，我觉得大家也是将就用，将就而止。因为我还是讲说。如果一旦退守，一旦大家不去看电视，然后他们就是更肆无忌惮，对他们更难做了。然后九二九一样就召开会，然后你看弄弄他就会来，还是有用的。